假工厂好玩呢、欸。调皮仔专用。跳的。歌吧。有点忘了。威哥，威哥吗？威哥。一楼、二楼。中间，一楼中间。还会爆？哦，是会爆。你不是要玩吗？我们想给鬼压力。他要打针，他要打针，再溜一下。打针喽！啊，浪费我的针头。没有用哦，我会帮你捋一个。指路啊！哦，你应该没出柜吧？我可能会有、哦。我说你有没有出柜晕鬼？哎哎哎，没有。换你喽。在他面前开枪，他就不理我了。咋都不挣扎，换我喽。嗯，坚持不搞我哎、欸！你也不能卡我、啊。追不上啊，追不上啊！往厕所前面。好耍哎、欸！他应该是不是想要斩我？他应该想斩我吧？可能吧。呼叫他。头晕了，晕了。
嗯，他快跟我点头。我刚刚指你那边，结果，我不是我卡的吧？不是，没关系。结果他一走过去就被压，就要跑过来跟我点头。你上钩会怎样？就触发啦，就会剩一个人。啊，你在倒，我连那个倒数都不用倒数。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钩上不算。哦，倒地啦，要倒地啊。哇，都特地传到一个场景了，也不传一个比较空旷的。应该是随机。这处决被挡哎、欸，看那画面很靠北。我指那边就他走过去被压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点头。为什么不砍你？因为他前面砍我两次啊，他就最后一次我要倒的时候，我在他面前就是我蹲下去开箱子。然后就看我一下，然后点头就走了。回厕所。